欢迎收看牛舌频道。我们今天来到了新竹，我们还没来过这边拍片嘛？没有错，今天就来了。今天我们第一站来的是喜憨儿创作料理。我们吃的这间哦，它里面有日式料理，还有卖面包，而且这个日式料理还是吃到饱哦。吃到饱、哦？没错。价钱多少？价格不贵啦，500左右而已。哦、那也 OK 啦。那走吧。好了，我们进来了。中午时段呢是389加一层，好像划算。我们看下菜单，它有4个种类，有冷食、寿司、热炒，还有烧烤。东西算很多哎。没有错啊，一张纸呢，只能点10份。跟大家补充一下，鲑鱼寿司这阵子是没有的。那以这个价位来讲，我觉得 CP 值很高哎。嗯。好了，那我们马上开点吧。哦，马上就一桌了，而且速度蛮快的。好，那我们来先吃冷盘，这个马铃薯沙拉。哦，马铃薯沙拉好吃，它里面好像有包馅的。它那是像龙虾沙拉？不是，它里面有包东西。这点心看，里面有包肉，蛮好吃的。我老婆叫一堆这个溏心蛋。他叫四组啊，因为他很爱吃这个。嗯，不给你。嗯，哦，真的好吃耶。他底下好像都会加这个生菜。嗯。谢谢。这是胡麻酱吗？嗯，先吃凉拌的。嗯。麻酱酸酸甜甜脆口，哇！这里还有握寿司哎，啊，这一定不可少的。虽然没有鲑鱼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很棒哦。嗯，但鲑鱼变贵了。不然就是涨价。嗯。嗯。我觉得这么好呛。真的比外面的呛啊！对，比外面的呛。你刚刚是全部加进去啊？一半。哦，全部都加了。真的？嗯。那么？我吃看看。我吃看看好了。吃尾巴。哦，玉子烧。玉子烧寿司。嗯。我本身很爱吃日本料理。这边东西也真的很多哎。嗯，东西多。而且真的很好吃耶，这炒乌龙面，它乌龙面会炒耶，好吃耶，有入味哦。嗯，而且面条蛮酥的。嗯，还有肉片。这个牛肉握寿司，嗯，哦，这寿喜烧的，好吃，寿喜烧口味，嗯，这寿喜烧口味的，嗯，好吃，好，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，这好像也是寿喜烧这种的，那是牛。嗯，牛五花，不吃起来跟刚刚那个寿喜烧那个有点像，只是多了小黄瓜而已。哦，骰子牛，那个骰子牛看起来不错哦。
它味道属于淡淡的那种。反正牛排可以，我觉得。你会觉得，它像小菜，好像几乎都有铺成生菜。对啊。它都有铺成生菜，让你这样比较好配。再来一盘握寿司，花枝的。嗯，花枝的。嗯，好，我们再来吃一下手卷。哇，这分量是不少的哈，满满的，试试看。嗯，哦，一口拍这个饱，菜好多、哦。嗯，用上面解腻哈、哦。嗯。哦，一口塞就爽，来这边什么都能满足到哦。嗯，对啊，东西是真的很多哎，多元化，嗯，蛮厉害的，真的。这个价位太佛心了吧？对，那么价钱真的佛心，啊、而且东西也好吃。嗯炸虾，这个好厉害，两只，哎，两只哎，直接吃下去。嗯，哇、哦，好吃哎。肉很饱满，嗯，很厚，哦，满满的肉。再吃他们热炒，水莲呢？水莲，嗯，它加点盐巴还有蒜头，真爽。还有这个破裤子，破裤子，嗯，哦，还有另外一道菜，也是他们快炒，好像是奶油炒的，吃看了，嗯，奶油白菜。吃好时蔬，再来吃个，应该是猪排。应该是，然后又不知道。试试看喽。那可乐饼吧。猪排。可乐饼。可乐饼啊，这个。跟真的像啊，是可乐饼。像。长得像猪排，可乐饼。嗯，可乐饼好吃。那个才是猪排。好像。嗯。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刚刚我吃的是可乐饼，我以为是猪排，啊，这个还是猪排，长得也够像。对。可乐饼小朋友一定爱吃啊，里面包马铃薯跟起司。现在在吃猪排，颜色好像啊、也是圆圆的。嗯，有没有包起司？嗯，还有包培根。哦，唐扬鸡丁。嗯，不好吃。猪排跟这个，我比较喜欢这个。可是。嗯，好吃。跟大家讲一下，这边种类真的很多啊，所以有些东西哦，我可能没办法一一介绍它的细节。对，还有四张哎。对，你要吃饱了？没有啦，还能吃啊。哪那么小吃？我刚刚看你其实已经吃很多，老实讲。哎，这边的东西真的多啊，而且水准的，我目前吃下来都还不错，大概中上哦，真的。也是我们的算是重头戏，烤串。嗯。好，我们先吃烤香菇好了。这是杏鲍菇，杏鲍菇，蛮大一点，大一条。你不是很爱吃这个？我刚好吃啊，好吃吗？不错，好吃啊。那个香菇味超重的。嗯。好，这个是。谢谢。嗯。我看那香菇真的有够大朵的，而且超多汁。哎，其实有点小饱了。刚问你，你还说没有。啊，烤香菇。我觉得你应该是一瞬间一直塞一直塞，可能短暂饱，但是等一下可能又消化完，跳一跳就饿。嗯，哇，真的是爽哎！那烤串在外面卖很贵的，这些烤串在外面卖随便一只都37块起跳吧。它肉都很厚。对，它肉真的很厚。嗯，在外面这样子一只大概35-40，甚至有些要50。串烧店费工啊，嗯，还有烤酱什么的。重点是好吃度也不错。速度很快的哦，刚来这盘一下就来了，也不错啊，真的好吃。
这样是牛肉。哦，看起来也像牛肉。对。好厚。不骨头吗？好像筋吧。好厚哦，半筋半肉。嗯，好吃。谢谢。谢谢。这好像是他们先卤过，再拿去烤。它里面已经卤透了，还蛮香的。这牛肉你们家可以去点看，很好吃。再一个炒面，日式炒面，然后还有加一些些美乃滋，然后撒一点那个海苔粉，这个一定要拌一下。感觉偏甜的感觉。应该偏甜的，应该你爱吃的。应该是。嗯，还有点酸酸甜甜，它那个酱本身的酱是带酸的，吃起来蛮特别的。它可以配个这个鸡米花吗？嗯，这配炸物是好吃。我们整家店都快吃完了，真的吗？嗯，对啊，我们刚刚几乎都点了。那你这边桌上全部吃完，就代表已经吃了七成八成。我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一开始也只看到一张纸，我以为种类不多，就没想到下面好几张，大概有四张，有四个种类啊，一张有十几种餐点，还有四张，大概有四十种以上的菜。哦，十一十其实还蛮饱的，真的很多。嗯，重点是目前吃起来的水准我觉得都还不错，而且它这个价钱真的很佛，真的很佛哎，真的。我们来吃一棒了，这次叫个这个炸大肠。最近有个大陆的那个厨艺选秀节目哦，突然火起来了啊！啊，对，那是十几年前的片子，还有一个小胖子好像那个肥肠没有洗干净，他还说我故意的。你是有意把它保留的吗？是清洗的过程中我留下了一部分，是故意的。反正啊，这个大肠啊，哦，要处理的好，不简单的，试试看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外酥内嫩，内酥，它味道也刚刚好，不会那种臭臭的。啊，牛排我刚刚有吃一些些啊，它牛排好吃啊。如果有朋友来的话，可以试试看牛排。嗯，一点点盐巴就很香了。辣豆，哦哟，你也是内行的哦。我想拿别的，还是你自己？我纳豆，纳豆，在纳豆，哇，弹吸喽！有的人不敢吃啊，还有之前我们是有吃过啊，所以心里有准备啊。这个东西哦，有些人不喜欢吃，但是它非常的健康。味道重吗？不行，这是牛肉条。看的表情，哇，好意思。哇，有够赞的吗？明年的吗？纳豆在看人吃啊，但是纳豆我好像有点本来就不是那么喜欢。你的天敌啊！为了健康就吞下去，再吃一个，就狗狗的纳豆味啊！之前吃过那个味道比较特别一点，为了健康再多吃一点，那颗留给你啊！这个奇鱼我刚刚叫了一份，这个有时候吃超辣哦，我刚想。太像了，太像了。喝水，喝水。太像了，就补辣豆。嗯，看来瓦萨比真的辣。嗯，因为有朋友来的朋友啊，瓦萨比加半包，真的辣。稍微沾一点就好了。我吃这个烤山苏。吃甜点之前啊，再喝个汤暖暖胃一下。还有这个烤鱼下巴，这么大一坑呢。先吃这个鱼下巴，看的真的是想要咬一下，感觉好好吃。哦，香酥脆，肥美多汁。而且鱼下巴又偏油，它肉应该比较少，蛮多的、啊。爱吃鱼下巴可以试试看，真的好吃，而且很大一只。再喝这个白菇汤，它奶油吗？我喝看汤头。有点奶香，牛奶白菇，对，喝起来是蛮浓的，
那些蔬菜。好了，我们介绍它的甜点，这个红豆汤，我是叫冰的，它红豆料很多啊，而且是很大颗的那种，对，满满的红豆，对，试试看哦。红豆好喝，料多实在啊，嗯，那这重点好喝，真的。再吃那个旋饼，这好漂亮。对啊，透明的，这样嘴精纯。对，一口塞吗？好，一口塞。它是软的，太大口，一直到了。还有那个粉哦，它饼本身可能没什么味道，重点是它那个酱，还有那个焦糖吧，蛮好吃的，吃起来蛮刷嘴的，吃个手工饼干喽。那应该吃一个手工饼干还不错，应该他们自己做的。他们那边有自己卖面包哎，看起来都很精致哦。对，他们这边有卖面包，他们面包看起来也很漂亮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好，那我们来做个收尾吧。我跟大家讲啊，这些东西真的分量十足啊，而且他们真的是服务周到，这个价格我觉得超佛心，真的。而且他们态度也非常良好。好啦，那这家就介绍给大家，我吃的很满意。阿用呢？哦，吃到都不可开交了。哦，吃几碗嘞？没有啊，吃完了，我刚才吃一下吧。我吃到最后一刻，代表很满意。满意哈、哦。真的介绍给大家了，好吃哦。好，那影片到结束了哈，爽就订阅，持续更新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年产片量会增加啊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哦，一定要订阅我们啊，甚至强迫你朋友订阅我们哦。你看，连我家猫都疯起来了啊，爽一定要订阅就是了啦。不爽啊！啊，不爽再看一遍啊，看到爽为止啊，强迫我们订阅就是了啦，马上冲起来。太凶了啦！